家好，我是昆女王尤君。今天我所在的这栋房子呢，是 Six Brochure Newport Coast， 非常有名的新港水晶湾社区。在我们整个大洛杉矶地区呢，北有马里布，南有新港，都是非富即贵的高端名流住所。来跟我一起看一下吧。房子呢，室内是4778尺，占地呢15548尺，三房4.5卫，外加一楼有一个健身房，可以改成第四个房间。它的后院呢，可以俯瞰整个水晶湾，包括一个森林公园，天然的大氧吧。目前这栋房子的售价是658万美金。房子最棒的地方呢，就是全屋做了全面的升级。这曾经呢是 New Home Company Cora Canyon 的二号样板间，所以呢它的每一处细节都彰显了它的细致与品质。厨房永远是一楼的明星，意大利进口的食材，高端的电器配置。它所在的位置呢，也是在这栋房子的最中间的位置。我们的左边可以看到这个后院，而前面正对的就是中庭的泳池，让你在准备餐饮及备宴美食的同时呢，既可以兼顾到家人，又能照顾到朋友。走过厨房的中心岛呢，就来到了这栋房子的主餐厅与主会客厅。宽敞的面积呢，可以轻松地容纳15到20位的宾客，并且从这个各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中庭的泳池，让这个房子呢没有边界感，并且景观层次特别的丰富，特别的惬意与舒适。有着男主人最爱的恒温控温的酒窖，这个酒窖呢可以容纳500瓶酒，双向开门，易于进出，多种酒的品类呢可以满足家人及朋友的享受及爱好。从正门进来的右手边呢，就到了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它的主卧。主卧在1层，每天早上从这里醒来呢，虽然我们身处在加州，但是却可以感受到东南亚度假村般的享受与舒适。沿着刚刚的主卧呢，向里面走，还有一个小惊喜，就是这里有一个健身房，它配有自己单独的一个洗手间，满足了主人的各种功能性的需求，但是同时也可以很轻松地改变成第四间卧室。